正式開始。咁而家好，而家我哋咧將會進行一個簡單咧嘅頒授咧呢個錦旗嘅儀式，由我哋嘅主席周浩鼎先生頒發錦旗咧俾我哋今日咧嘅出席嘉賓。而家我哋以熱烈嘅掌聲去歡迎我哋今日嘅嘉賓。第一位係我哋嘅陳建文教授，佢係佔領中環嘅發起人。文思潮的召集人黃之鋒先生，好，我哋第三位嘉賓，我哋其實今日嘅嘉賓咧嘅出場咧嘅係排名不升之後噶，我哋而家有請人民力量嘅前主席劉家雄先生。是為我們發言的，就是張國梁先生。低一點麻煩。好，最後我們有請愛護香港力量的召集